最新画面来关注韩国人气天团 BLACKPINK 之前来台演出，在高雄掀起了热潮。那昨天呢，透过这个官方社群呢，释出了35秒的短片，这个内容就收集了演唱会的精华。可以看到演唱会中不仅记录了粉丝的热情，在高雄国家体育场外挤了满满的应援人潮，另外还有高雄的地标85大楼、莲池潭、龙虎塔。短短35秒的影片，回顾了高雄这2天的精彩演唱会，12小时累计按赞数就破4万，近10万人次观看。有不少的粉丝看了都觉得好感动，留言写下期待高雄再相会，高雄永远欢迎你们再来。有事没事赶紧转开华视，还没有订阅华视的 YouTube 频道吗？赶紧按赞订阅，开启小铃铛，我们华视 YouTube 见。